卫士指成基地。卫士指成基地呢，在历年的考试中呢，都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它这个常见病呢，还有它这个考点呢，都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溃疡病的外科治疗，还有溃疡病的并发症、胃癌，这三大块啊，是所有的外科专业都要考的。你不管是考外科哪一个专业，啊，内容还是比较多，考点比较多啊。溃疡病的外科治疗，那么溃疡病呢，大家都知道，它首先是一个内科病。啊，内科看不了了，然后才是外科病。所以说，外科医生一般都是啊，这个内科他实在看不了了，你到了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要转为外科了。就是溃疡病呢，它既是个内科病，它还是个外科病啊。那溃疡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由内科转到外科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病史多年，症状逐渐加重的。病史多年，症状逐渐加重，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至少要这个经过治疗，内科正规的内科治疗了，已经效果不太好了。第二个，内科治疗无效，或者说痊愈之后呢有复发的，或者是经过 X 线的背餐检查呢，这个开隐比较大，球部变形比较严重，穿透到十二肠以外或者是球部溃疡的。那么第三个适应症就是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只要是出现这些并发症了，那就是我们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它有四大并发症啊，这个应该说五大并发症啊，穿孔、出血、梗阻、颚变啊，还有四大并发症，颚变啊，穿孔、出血、单叶幽门梗阻、恶性变啊。其中呢，在这里面，这个胃溃疡的手术适应症要比十二指肠溃疡呢要宽一些啊，因为胃溃疡呢，它的有颚变的可能。十二指肠溃疡呢，几乎没有颚变的可能啊。手术的主要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胃大部切除。那么这个手术方法是在我们国家的外科医生经常做的啊，是首选的手术方法啊，胃大部切除。那么为什么胃大部切除能够治疗溃疡呢？它的原因就它的机制有这样几个。第一个，胃大部切除，它把胃肚部的黏膜切掉了。消除了，因为胃肚部呢，它这个黏膜里面呢有这个什么呀，分泌胃泌素的肌细胞，是不是？由于消除了由于胃泌素的分泌而引起的胃酸分泌，啊，第二个切除了大部分的胃体，我们常说无酸不溃疡嘛，那么胃酸呢是 B 细胞大量的 B 细胞分泌，所以说呢，你把大部分的胃体切掉，相当于把分泌胃酸的 B 细胞切掉了，使分泌胃酸为蛋白酶原的腺体呢，啊，大量减少。第三个，切除了溃疡的好发部位。好发部位在哪个地方呢？小腕侧，就这个位置啊。小腕侧，这是小腕侧，看到没有？胃肚部这个位置啊。哎，这个地方什么呀？是这个胃溃疡的好发位置啊。第四个，切除了溃疡本身啊，切除溃疡本身。所以说呢，胃大部切除，它能够治疗溃疡病的原因，它的机制就这四个方面啊，这个方面。那我们看一下，胃大部切除切。大部，记着啊，是大部切除，切多少呢？切胃的60%左右才叫大部，少于50%那就不叫大部啊，不叫大部啊。我们看，这是它这个上面这个切除线，下面到哪个地方呢？到这个幽门和十二肠球部之间啊，这一块就是胃大部，把它切掉了，保留什么呢？胃底和一部分胃体啊，这一部分保留啊，胃底和一部分胃体保留了。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切掉以后，剩下的这个十二指肠的断端和胃的残端，你该怎么吻合呢？它有两种吻合方法，所以分别叫做鼻翼式和鼻耳式啊。鼻翼式，那么胃大部切除时候，就是将胃的断端，就是胃的这个断端呢，和十二指肠的断端呢，直接的连接起来了啊，中间这一块不要了，断端直接连接起来，这个叫做鼻翼式。那么这个呢？它的优点就是操作比较简单，吻合住之后呢，这个胃肠道啊，它还是符合它原来的正常的解剖生理，所以最适合于胃溃疡啊，这个啊最适合于胃溃疡啊。
缺点是什么呢？这个吻合口，因为你看胃的断端呢比较宽，直径比较宽，而十二指肠的断端什么呀，比较小，比较窄，直径比较小，一个就是一个大口对小口，相当于什么呀，一个大口一个小口，这两个口呢，你吻合，如果说吻合把握不好的话，它的张力过高，容易导致这个吻合口破裂坏漏，就是它两个不对等的嘛，两个口的大小不对等，一个人高马大，一个什么呀，身材矮小，什么呀，小口一个大口，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啊，它的一个缺点。那么第二种吻合方法就是比耳式，比耳式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把这是十二指肠断端，这是 A 十二指肠的断端，直接给它关闭起来，用针线给它缝合起来啊，关闭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在空肠的上段上段，就是距离曲式韧带，在这个地方，假如是曲式韧带，距离曲式韧带大约六到十厘米这个位置哈，空肠的这个什么呀？这个侧壁上啊，开一个口，与胃的断端什么直接吻合，在空肠的侧壁上开口啊，与胃的断端吻合。那么这个呢，这种方法叫什么？叫做比耳式啊，比耳式。那么比耳式呢，它适合于既适合胃溃疡，也适合于十二指肠溃疡。当然，主要还是适合于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那在我们国家的医生里面呢，做的最多的手术是哪个呢？就是比耳式胃大部切除啊。比耳式胃大部切除。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切除哈，这个切除线是在幽门和十二指肠乳头之间，十二指肠那个球部之间，就是十二指肠球部没有切掉。那你说它为什么能够治疗溃疡病，十二指肠溃疡呢？那十二指肠溃疡还在着呢，那为什么它能够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无酸不溃疡嘛，胃酸。它已经通过什么呀，包括胃的消化液，通过这个吻合口直接进入哪里啊，直接进入到空肠了，这个不经过十二指肠了。所以说呢，十二指肠溃疡呢好发于十二指肠球部，都这个位置，十二指肠球部啊，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的溃疡呢没有胃酸作用，因为胃酸改道了，改流了啊。所以这样来呢，这个十二指肠球部这个溃疡啊，在没有胃酸作用下，它自然就会痊愈了啊，自然就痊愈了。进入它这个治疗的原理啊，这个原理。那么这种吻合方法呢，它的优点就是吻合口的张力下降，我们可以随意控制的吻合口的大小啊，随意控制吻合口的大小。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你改变了它正常的生理解剖生理状态，是不是啊？解剖关系改变了啊，解剖关系改变了。那么十二指肠的断端都这个地方呢，容易破裂，容易出现呢减轻反流性胃炎，容易出现呢中岛综合征啊，中岛综合征就是它的并发症相对要多一点啊，并发症相对要多一点啊。第二个手术方法就是迷走神经切断，迷走神经切断机制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胃酸分泌啊，当迷走神经兴奋时，它的胃酸分泌是增加的啊，胃这个迷走神经这个迷走神经抑制时呢，它的胃酸分泌是减少的，也就是说它是神经性的胃酸分泌。那么我们把这个迷走神经切断之后呢，它就消除了神经性的胃酸分泌。哎，消除神经胃酸分泌啊，就相当于胃酸分泌量要减少。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来治疗溃疡病。第二个呢，消除了因为这个迷走神经引起的胃泌素分泌，减少了体液性的胃酸分泌啊，体液性的分泌，因为胃泌素也是促进胃酸分泌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个主要适合于十二指肠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迷走神经切断术呢，是我们治疗就是减少神经性胃酸分泌治疗溃疡病的一个原理。那么迷走神经呢，我们看一下啊，它是在胃前方，这是什么？这是左迷走神经，这是迷走神经干，这是迷走神经干啊，这是它的前肢，这个在后方，这是后肢迷走神经，在贲门前分支，你看这个贲门前这分支，这是什么？这是它的贲门前分支什么呀？肝胆支。然后这是胃前支，胃前支沿着小弯侧分布，然后到了这个胃小弯侧围肚部呢，分出什么鸭爪支，看见没有？这是鸭爪支，像什么呢？这一块啊，这一块像什么呢？像不像个老鹰的啊爪子啊爪子啊？像老鹰的爪子，所以叫做鸭爪子啊鸭爪支啊叫做啊。那么这次我们说这是它这个神经，这是它的干，这是像。
分出这个肝胆汁，然后呢就是想胃啊，想胃，就是分香胃痹的分支，很多分支是不是？很多分支啊，这是它这个迷走神经的支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把这个迷走神经切断，来减少神经性的胃酸分泌，来达到治疗溃疡病的目的啊。它这个切断呢，它缺点，它的优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术比较简单，方法啊，手术比较简单，不影响什么呀？这个胃肠的正常的解剖生理是不是？这才是特点，优点。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可以引起相应的腹腔撞击功能紊乱，因为它的迷走神经除了支配胃之外，它还支配肝胆，还有支配其他的，是不是？比如说胃排空延迟呀、小肠运动的减退呀、顽固性腹泻呀，是不是？还会出现这样一些，也出现这样一些这个并发症，出现并发症。就是说，你不管是哪一种手术方法，它这个都不是十分完美啊，不可能找出十全十美的这种手术方法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那么迷走神经切断有三种手术方法，根据这个手术这个切断的位置不同啊，分为这个迷走神经干切断、选择性的迷走神经切断和高选择性的啊。那么我们看第一个，那么这个就是迷走神经干切断啊，迷走神经干切断，迷走神经干切断在哪个地方切断？在这个地方切，这个地方切断啊，迷走神经干切断。好，迷走神经切断术，迷走神经切断呢，它的原理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消除了神经性的胃酸分泌啊。我们看这是迷走神经，它这是左侧左迷走神经干在胃前，先发出在这个贲门前方啊，先发出肝胆汁，然后呢向胃小弯侧分布，到了这个幽门啊，到了这个围肚部小弯侧围肚部啊，它发出了鸭爪汁，看到这样，像个什么呢？像个老鹰的爪子啊，老鹰爪子啊。那么迷走神经切断术呢，我们根据切断的位置不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个是迷走神经干切断术啊，迷走神经干切断在哪个地方切呢？就是在食管内孔的水平，就是在贲门位置，贲门的靠近贲门的啊，就是靠近膈肌食管内孔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啊，迷走神经干切断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切断之后呢，因为它包括这个肝胆汁，这是肝胆汁，这是肝胆汁，这是胃汁，包括肝胆汁和胃汁，包括在内都切断了，所以说呀，它这个虽然这个神经性胃酸分泌是减少了，但是对肝胆的功能呢也有影响，所以这个缺点呢是比较多的啊，缺点比较多的，比如说引起胃排空延迟呀，小肠运动功能减退啊等等，包括肝胆的功能都要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迷走神经干切断呢用的比较少啊，用的比较少。那么第二个就是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选择性呢就是这个切断的位置又更低一点，在哪个地方呢？把这个，你看这是它的肝胆汁啊，这个是肝胆，把肝胆汁保留在肝胆汁的下方，仅切断分支配胃啊小弯侧胃为胃体的这一部分的迷走神经给它切断，在这个地方切断啊。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切断啊，这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个地方切断啊，我的划线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选择性的迷走神经切断啊。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呢，它的优就是它比迷走神经干切断的稍微好了那么一点，好了哪一点呢？就是把这个肝胆汁保留下来了，对肝胆的影响什么降到最低啊。但是呢就是它优点就是避免了其他内脏功能紊乱，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仍然可以引起什么呀？胃蠕动能力的减退，因为这个迷走神经切断之后啊，迷走神经兴奋是促进胃蠕动的嘛，所以迷走神经切断之后呢，胃蠕动能力减低，导致胃潴留，胃潴留就是胃内容物下不去啊，排不下去了，胃内容物，因为它把支配所有支配胃这个小弯侧的啊，胃体的胃肚的啊，这个迷走神经都切断了啊，都切断了，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呢，这个并发症相对也是比较多的啊，副作用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怎么来弥补这个胃蠕动能力减弱导致的胃潴留呢？胃潴留呢可以加做一个幽门成型或者是胃空腔吻合术，就用开药再加做一个手术，胃一般是加做胃幽门成型啊，
幽门真菌啊。那么为了避免上面的两种这个手术方法啊，它的并发症，这个那么多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有人提出来做第三种手术方法，就是高选择性的迷走性切断啊，高选择性的。什么叫高选择性的？就是说，我们只切断什么呢？只切断这个位提位底的迷走神经。你看，这是迷走神经干的，这是支配位小弯错的。我把这个支配位提位底的，那这是位底，这是位体的啊，把这一部分的迷走神经干沿着小弯错逐一分离给它切断，保留什么呢？保留幽门部的啊，保留小弯错幽门部的这个压爪支，把这压爪支保留，就是维度部的啊，压爪支给它保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优点就是不会引起胃潴留了，因为这一部分保留之后呢，可以增加它这个幽门括约肌的什么呀排出功能，是不是？不需要附加幽门这个不需要附加引流手术了，保留了幽门括约肌的功能啊，减少了胆汁反流和情脑综合征发生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呢，在迷走神经这个切断手术的它这个治疗的三种方法里面呢，这个方法呢应该是最合理的啊，最合理的。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操作困难，手术复发率高啊，操作困难，手术复发率高。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点，迷走神经切断这个手术呢，在西方国家做的多，在我们国家几乎没有医生做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新版教材第九版的本科教材里面已经把这部分内容啊从教材里面给它删掉了啊，删掉了。但是咱们这个主治医师考试里面呢，考试大纲内容里面可能还有这个内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好、啊。小结，迷走神经干切断在这个位置切断啊，这个相当于把这个支配肝胆的和胃的迷走神都切断了，所以副作用比较多。选择性迷走神经在这个位置切断，保留了肝胆汁，只把什么呀支配胃体维度的迷走神经切断了，那副作用仍然比较多，容易形成什么呀这个胃的排空障碍啊，并发症仍然比较多。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高选择性的迷走神经切断，在哪个地方呢？就在小弯错，把支配胃体和胃底的迷走神经切断，保留了支配维度部的啊压爪支啊，这个保留下来了。虽然呢这个呢相对更合理，但是也是有并发症的啊，也有并发症的啊。好，下面这个溃疡病呢属胃大部切除手术的并发症，它的并发症比较多。所以说，而且这个也是历年考试中的重点的重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在这里面考试啊，考这种内容的话，一般多数情况都考这个十个并发症，其中呢早期是五个，远期的也是五个。早期一般都是因为手术中的操作或者术前准备有关，准备不充分呢、啊，或者是操作有误啊，有一定关系的。哦，远期的都时间比较久的并发症呢，一般是因为手术导致的解剖或者是功能变化有关啊，解剖变动、功能变化有关，总共十个啊。第一个，手术胃出血，手术胃出血的话呢，我们每一台手术之后啊，手术都有可能会出现出血，这个要取决于你手术中啊这个止血是否完善，啊结扎线是否牢固，是不是？那么手术胃出血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早期的24小时内出血。这是多是因为什么呀？止血不彻底，啊，就是你有这个出血的血管呢，当时什么呀没有发现，没有止住啊，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术后4到6天，就是大约一周左右的，这个呢一般是因为黏膜坏死脱落引起的。第三个是时间更晚了，一般是2周左右的啊，10到20天，2周左右的。那么这个一般都是鉴于什么呢？黏膜下的脓肿腐蚀血管啊，吻合口黏膜下的脓肿腐蚀血管引起的啊。那么，出血的原因，出血的表现呢，就是呕血、便血，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如果是量大的是呕血，小的话是便血，量多的话，出血休克啊，出血休克。那怎么处理呢？那么我们先可以考虑这个输血补液、进食，然后止血治疗，啊，必要时再次手术治疗啊，再次手术治疗。第二个，术后胃瘫，也叫做胃蠕动障碍，它有多个名词啊。根据这个词可以应该判断出来，胃瘫瘫什么意思？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病人一进食，哎，胃蠕动能力降低了，胃里面的食物下不去啊，这叫做胃瘫瘫犯，是不是？啊，
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大纲，在我们那个人类的这个学习资料里面哈，它是没有这一部分内容的，这是我们给大家补充的啊。那么胃熟护胃瘫呢，多发生在熟护的2到3天，病人呢由进食，就是开始不吃饭，改为仅流质饮食，或者由流质饮食改为普通食物，是不是啊？半流质食物，就是改变这个饮食结构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胃瘫，熟护2到3天，时间记住啊，2到3天，表现为什么呢？表现就是恶心呕吐，因为食物它下不去嘛，胃蠕动能力下降嘛，恶心呕吐。那么呕吐物呢，一般是呈绿色的，啊，绿色的啊。那么第三个，那下一个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般这个是不需要再手术的啊。进食胃肠减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了，进食胃肠减压，用什么呢？胃福安或者是红霉素，胃福安加红霉素联合使用是有效的啊。啊，胃福安加红霉素啊。第三个，十二指肠的残单破裂啊，残端破裂。这个呢主要见于鼻耳室啊，记住啊，十二指肠传单破裂，鼻耳室，鼻室不存在，不存在什么呀，十二指肠的传单啊。那我们看这是鼻耳室十二指肠断端，这个十二指肠断端呢破裂，为什么会发生破裂呢？原因很多，首先你比如说一个是你这个十二指肠断端呢，你吻合技术有缺陷，技术有缺陷，什么叫技术缺陷呢？就是吻合割密了，导致它的血供障碍，就是两根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啊，导致它的缺血坏死啊，坏死可以出现的破裂。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都是什么呢？就是梗阻，就十二指肠呢，这个吻合口啊，十二指肠的内容物不能往下排，尤其是什么呀？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鼻耳室，都是胃空肠吻合，胃空肠吻合口前后这一块发生梗阻的时候，十二指肠里面的内容物排不下去，因为这个胆汁液每天的分泌量是很大的，如果它排不下去的话，这个十二指肠啊，它有扩张，里面的张力增高，压力增高，会把这个什么呀，十二指肠断端给它撑开，所以这样会出现的断端的破裂啊，断端破裂啊，残端破裂啊。那么这个变化中呢，在所有的变化中里面，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呀？它一旦破裂之后啊，里面储留的大量的胆汁液，哗的迅速的进入腹腔，然后引起严重的腹膜刺激症。因为胆汁液对腹膜的刺激是比较强的啊，比较强的。病人突然出现了上腹部的剧痛，一般是发生在熟护3到6天，记住啊，3到6天。胃瘫的是2到3天，这个是3到6天啊。熟护的突发剧痛、腹膜刺激症啊，突发剧痛、腹膜刺激症。另外呢，我们做诊断性穿刺可以突出胆汁样的液体啊，胆汁样液体，腹膜刺激症非常典型啊。那么一旦确诊了，这个是不能保守治疗，必须得立即手术。手术方法就是说，尽量的把这个断端给它关闭起来，然后要放引流，放很多引流，看到没有？1、2、3、4、5，至少要放5个位置要放引流的哦，5个位置放引流的啊。一旦确诊，立即手术，这个不存在的保守治疗。第四个，吻合口肉多发生在熟护的5到7天啊，熟护的5到7天。就是说5到7天内，就是吻合口该长住该痊愈的时候了，如果要长不住它就形成瘘了，就是这种情况啊。吻合口瘘的话表现是突然的腹痛、腹膜刺激症，这是吻合口啊。吻合口就是中间比如说我缝了有20针了，中间可能有2针、3针啊裂开了，就是形成吻合口瘘了。那么一旦确诊了，也是需要立即手术啊，也是需要立即手术啊。那么第五个，术后梗阻，这个呢是历年考试的重点，也是个难点啊。输入梗阻呢分为3种情况，一个是输入弹梗阻、输出弹梗阻、吻合口梗阻。我们看第一个，输入弹梗阻。输入弹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输入弹，什么输出弹啊。输入就是我们以这个什么呀，以这个胃空肠吻合口向胃的方向，看到没？十二指肠向胃的方向蠕动的。排出的排向胃的方向的叫做输入弹，这叫输入弹啊。从胃向空肠往下排的排出来的叫什么？输出弹啊，输出弹。也就是说呀，在胃空肠吻合口的上方的十二指肠这一部分呢，属于输入弹，输入。而这个胃以下的空肠呢，输出，因为它是像这个内容物是往下输的嘛，往空肠里面输的嘛，叫输出弹。然后它这个吻合口是属于吻合口，是不是？
要先把这个关系分清楚。那么输入占更多是指哪一段呢？就是指胃空肠吻合口的前方上方，就是十二指肠和一小段的空肠这一部分啊，就缺失韧带以上的位置啊，缺失韧带以上的位置啊，就是吻合口以上的位置啊，吻合口以上的位置。那么这一部分梗阻呢有两种情况，一种畸性完全性梗阻。如果这个地方看，为什么容易发生梗阻哈？这个由于这个胃的断端呢位置比较高，那么十二指肠呢长度又比较长，所以说我把这个吻合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吻合口位置比较高，把这个空肠呢，十二指肠里啊，它这个里面每天分泌的胆汁和胰液呢聚集在这个十二指肠里面，重量一增加，它下垂，一下垂，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个角，就这个位置啊，这是个角，它一这是个角的话，那么这里面的内容，这个胆汁和胰液就不能够什么呀，通过这个吻合口往下排，这样的话就形成梗阻。那么如果是急性完全性梗阻的话，这个地方完全堵住了，那么胆汁和胰液都排不下去，所以说它吐出来什么呀，呕吐物不含胆汁，呕吐物可能是或者是胃里面的，是不是，但是不含有胆汁啊，不含胆汁，因为胆汁过不去了，完全梗阻嘛。那么如果是慢性的不完全梗阻是呢，没有输入但含有胆汁，以胆汁为主。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慢性不完全性梗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十二指肠下垂，然后呢这个胆汁和胰液分泌的时候呢，每一次能够上面排出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什么呀，在沉积下来，在这个地方排不出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胆汁和胰液是越来越多，是不是啊，越来越多。那么慢性过程，因为慢性过程吧，这个病人他虽然吃也进食了，但是食物呢这个吻合口通畅的呀，所以食物呢很快都下到空肠里面去了，当这个十二指肠里面的胆汁和胰液积累到一定量时，实在容纳不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有可能病人不再进食，食物已经排下去了，这个时候呢会突然的诱发一次什么呀，突然这个地方扩张，一扩张内容物在高压作用下，然后呢迅速的通过这个吻合口排出，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以十二指肠内容物排出为主的呕吐，那就是慢性的不完全性梗阻，它的特征就是呕吐物以含有胆汁，以胆汁为主，而食物呢几乎没有食物啊，这是它的啊这两个两种类型的啊这个梗阻的特点啊，呕吐物的特点是重点啊，重点。那么另外一个输出氮梗阻，输出氮梗阻都比较简单了，你看这是输出氮，这是输入啊，这是输入，这个地方要发生梗阻吧，假如这个地方要发生梗阻的话，那很显然胆汁和胰液都可以进入到什么呀，胆汁胰液还有这个什么呀胃内容物都下不去，所以说病人呢呕吐物里面既有胆汁还有食物。那么如果是吻合口梗阻呢，那也不一样，看这是吻合口，这个地方如果发生梗阻的话，就假如说吻合口太小了，狭窄或者水肿或者痉挛，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出现呕吐物什么呀，它呕吐只有胃内容物，那么胆汁也下不去，是不是胆汁上不来啊，没有胆汁，只有输入没有胆汁啊，只有输入没有胆汁。那么在这里面要注意点哦，吻合口梗阻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功能性的，就是水肿或者是痉挛引起的，水肿痉挛引起属于功能性的，那么这个呢是不能手术的，因为它可以缓解。那么如果另外一种器质性的，就是说这个口啊过小引起的，因为缝合就是你这个手术的技术这个技术缺陷的问题引起什么呀，这个口吻合口太小了，这种情况下必须得什么呀，再一次手术啊，必须再手术。好，我们这个把这个关于这个梗阻哈、它的特点给大家总结到一个表里面，这个表啊非常重要啊。输入伴梗阻，急性完全性的无胆汁，慢性不完全性的有胆汁无食物，输出伴梗阻食物加胆汁，吻合口梗阻有食物无胆汁，哦，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重点啊。青岛综合征，青岛综合征呢是晚期的并发症，是六，它又是另外一个考点，非常重要的考点，也是一个难点啊。青岛综合征有两个类型，一个早期的，一个晚期的啊。早期的我们叫什么呢？一般发生在餐后半小时叫早期，晚期的时候发生在餐后2到4小时，注意时间啊，一个是半小时，一个是2到4小时。青岛就是头晕眼黑，然后呢突然晕倒，是不是突然晕倒，
那么早期的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呢？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呢，这个文化口我们要求啊，这个文化口要求的是这个3到4厘米，你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太窄的话梗阻，太宽了就出现什么呀，穹道综合征，一般两横指啊，就这个口一般是两横，这个口啊一般是放在两横指的位置，两横指宽度啊，胃肠文化口。好，那么出现穹道综合征的原因一般都是什么呀，这个口过大，过大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因为这个口呢没有这个括约肌，我们正常的胃幽门有括约肌，而吻合口没有括约肌来控制食物往下排，所以说当吻合口过大时，当这个病人出现你进食高渗食物，比如说过咸的过甜的过浓的食物时，它很快进入小肠，那么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它的渗透压比较高，它渗透压高的液体，比如说过甜的牛奶，是不是它一进入到肠腔，它把肠壁里面的毛细血管里面的这个水分呢都什么呀，都吸收到肠腔里面去了，都通过渗透作用使细胞外液都进入肠腔，这是一个。第二个，能刺激肠道分泌大量的肠源性的血管活性物质啊，血管物质，那么导致血容量不足啊，回血量减少，回血量一减少了，大脑的血供减少，比如就出现什么呀，心悸啊，心动过速啊，无力啊，出汗啊，然后头晕啊，晕倒啊，是不是，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就是早期青岛综合症的原因。所以说呢，我们把早期青岛综合症叫什么呀，叫做早低压，属于什么呀，血压过低，是不是早低压，心动过速，血压偏低，是不是这个病人什么呀，出现这个出汗呐、啊，面色苍白无力啊，然后晕倒，是不是？那么晚期青岛综合症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给病人进食的过甜的食物快速进入小肠之后，它刺激着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而胰岛素呢分泌了以后，出现了持续的反应性的低血糖，因为胰岛素分泌过多，导致这个血糖，导致什么呀？反应性的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呢持续时间过久，然后也表现为什么呀？低血糖的反应。啊，面色苍白，四肢出冷汗，四肢什么颤抖啊，四肢颤抖，然后晕厥啊，然后晕厥，都这样的表现。所以说，也就是说呀，这个晚期的穹道综合征是低血糖综合征，早期的这个穹道综合征呢，一般是因为什么呀，血容量不足的表现，我们简称为早低压晚低糖啊，早低压晚低糖，这样大家好记一点啊。一个是早半小时。早半小时，晚内是2到4小时啊。第七个晚期并发症，那就是碱性反流性胃炎。碱性反流胃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吻合口啊，胃食肠吻合口呢没有括约肌了，所以说胆汁和胰液呢，在经过这个吻合口的时候啊，它会有一部分是反流到这个肠胃里面啊，肠胃里面。因为这个胆汁和胰液属于碱性的，胃里面呢一般是酸性环境的，所以说。那个碱性的肠液反流到里面之后，它会破坏这个胃壁的黏膜，引起是不是碱性反流性胃炎的表现。这个里面有三大特征，这个特征是重点啊，三大特征呢，箭头下持续性的烧灼样疼痛，胆汁型呕吐，体重下降啊，体重下降，疼痛呕吐，体重下降啊。我们认为一般的一三级治疗是无效的，必须得什么呀，采用多种方法综合治疗啊，综合治疗。第八个并发症也是晚期并发症，吻合口溃疡，一般多见于空肠侧而不是胃侧，就是这个也与什么呀，与多种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营养性并发症可以出现，比如说因为这个营养吸收啊，这个受到影响，所以出现营养不足，比如说贫血呀，这个腹泻呀，什么缺铁性贫血啊，是不是具有细胞性贫血啊，脂肪腺呀，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表现。另外还有个肠胃癌，就是剩下这个胃呢，它发生癌变的可能性相对要高一点，比正常胃啊。那么它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5年以后，手术之后做了胃大部切除术后5年以后发生这个肠胃啊发生的癌变，我们叫做肠胃癌。肠癌。那有的人问了，那如果是5年以内发生的呢？我做了手术之后5年以内发生的这个肠胃发生的癌变呢？那个都不叫肠胃癌，叫什么？叫做胃癌，把这个肠子去掉，叫胃癌啊，叫胃癌啊。
啊，守护并发症，这是一个总结在一起的啊。再强调一遍，历年考试的重点啊。那么，然后呢，迷走神经切断术守护并发症。迷走神经切断术并发症有胃，主要是胃出血啊，因为它这个胃的蠕动能力，包括这个小弯侧维度吧，排空能力和蠕动能力减弱，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啊不能够及时的排下去。第二个吞咽困难，就让胃小弯的坏死穿孔啊。啊，溃疡病的并发症，这个呢也是所有的专业都要考虑。三大并发症啊，穿孔、大出血、幽门梗阻。第一个穿孔，那么溃疡病呢，一般来说，溃疡病的这个要发展到穿孔这种程度，一般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那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发现了哦，你是个消化道溃疡，明天就穿孔了，这是不可能的啊。一般都在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啊，二十几年时间。所以说，这个病人在穿孔之前呢，一般都有长期的溃疡病史，而且病人都会告诉你他曾经有过溃疡病史啊，曾经有过溃疡病，这是他这个特征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溃疡穿孔之前呢，之前的一段时间哈，病人那个溃疡病的症状是比较活跃的，也是那个第二个特征啊。然后表现为病人呢是突发上，如果穿孔道有啊，突然发生的上腹部的剧烈疼痛，然后这个疼痛呢迅速扩散到全腹啊，有时候呢这个消化液可以沿着这个结肠旁沟流向右下腹以及右下腹疼痛，伴有恶心呕吐啊。虽然是这个上腹部的剧烈疼痛可以扩散到全腹，但是呢它还是以这个穿孔的位置，这个地方的腹痛还是最显著的啊，最明显的。那么查体的话，可以有典型的腹膜刺激症啊，板状腹，压痛排尿痛，板状腹。那么另外一个，因为穿孔嘛，它这个胃肠道里面有什么呀？有消化液，有食物，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气体啊，所以说气体也进入到腹腔，有气腹的表现。那么气腹的表现有两个表现，一个是肝浊阴界的缩小和消失，进入了膈下游的气体。所以说呢，溃疡穿孔的表现呢就是两大块，第一个就是腹膜刺激症，第二个就是气腹的表现啊，诊断根据长期的溃疡病史，加上腹膜刺激症，加上气腹的表现，就可以确诊啊，看这是他穿孔，胃里面的内容啊。都可以进入到腹腔啊，消化液进入腹腔引起化学性的腹膜炎，细菌进入腹腔引起细菌性的腹膜炎，气体进入腹腔引起什么呀？引起这个气腹啊，这是膈下游的气体啊，这个位置啊。那么下面我们该怎么治疗呢？还有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穿孔都需要手术，但是大多数穿孔，绝大多数穿孔都需要手术，虽然不是都需要手术的啊。非手术治疗呢仅限于什么情况哈？症状比较轻微，一般情况比较好的单纯性穿孔，就是空腹穿孔啊，就是胃里面没有什么内容物的，而且这个孔又比较小，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呀？穿孔超过24小时，时间比较长，而且呢腹膜炎有局限的，那么这两种情况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主要措施就是下胃管胃肠减压和禁饮食啊，同时呢给他这个抗溃疡治疗，比如说乙酸呢、输液呀，还有这个抗感染啊，那么手术治疗，保食后的穿孔，就是胃里面有比较多内容物的穿孔，那个必须得手术。另外，顽固性溃疡穿孔，伴有并发症的穿孔，比如说伴有幽门梗阻啊、大出血呀、恶变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穿孔，我们必须得考虑手术。再一个就是保守治疗，6到8小时以后，他这个症状和体征呢不好转，反而加重了，像这种情况下，那必须得及早手术啊。非手术治疗6到8小时以后啊，这个手术方法有两种，一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单纯的修补，就是缝两针就可以了，打个八字缝合啊，
那么第二个是彻底的溃疡手术，就是做伟大部切除啊，做伟大部切除。溃疡大出血，溃疡大出血的话，一般是因为溃疡侵犯的溃疡底部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呢？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是动脉还是静脉？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大出血，大出血，记住，那一般它侵犯的是溃疡基底部的什么呀？动脉破裂啊，溃疡基底部的动脉破裂啊。那么出血的话，它不就消化道出血吗？表现就有两个，一个是呕血，就是上面排出，一个下面排出。上面排出是呕血，下面排出什么呀？便血。那么要取决于这个量的大小。如果是量大的话，是从上面排出呕血；如果量小的话，从下面排出黑便啊，柏油样便啊，柏油样便。那么出血的同时呢，病人可以出现有血容量不足的表现，比如乏力呀、这个脉搏增快呀、出冷汗呐、这个心慌啊，还有眼睛发黑呀、是不是晕厥呀等等啊，这些表现。那么出血在胆气里超过400毫升，可以出现循环代偿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它循环代偿的表现啊，就是休克早期啊，休克早期，血压正常偏高嘛，休克早期。超过800毫升以上，病人都有明显的休克表现，就是血压开始下降啊，血压开始下降，明显的休克表现啊。超过800毫升以上，所以记住啊，800毫升是总血容量的多少呢？提问一个问题，哎，有人知道没知道？有人知道不？20%啊，告诉大家，出血量达到总血容量的20%以上，就是800毫升以上时。那么病人会出现休克表现啊，出现休克表现。鉴别诊断，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的五大原因，它们之间是相互鉴别的啊。其中呢，五大原因里面有四个都在胃里面。这个溃疡出血是我们常见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出血量比它更大的就是静脉食管胃的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这个糜烂性出血性胃炎的出血，胃癌的出血啊，你看着吗？这相互鉴别的哈，这五个病里面有四个是在，基本上都是在胃里面的。其中一个在哪里？在胆道。胆道出血呢，量一般比较少，一次出现大概是200到300毫升啊。我们怎么来记忆呢？胆道癌溃烂大出血啊，胆道癌溃烂大出血，胆道癌，胆道癌，胆道癌，是不是？溃烂大出血啊，就是它的。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五个相互鉴别的疾病啊，相互鉴别疾病啊，溃疡，食管胃的静脉破裂大曲张大出血，是不是？然后呢是这个出血性胃炎、胃癌啊，胆道出血啊，这五个里面呢，其中出血量最大的，第一次性出血能够达到休克状态的啊，就是哪一个呢？第二个，食管胃的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啊，导致病人死亡的。那么其他的几个出血疾病呢，一般来说首次出血能威胁到患者性命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我们看一下门脉高压，门脉高压的出血比较凶猛，呕血为主啊，一次出血量达到500到1000毫升啊。这个病人一般都有什么呀？在出血之前呢，一般都有长期的肝硬化、门脉高压这样的病史啊，这样的病史，肝炎的病史，肝硬化的病史，所以这个诊断上一般来说，鉴别上是比较容易的。第二个，隐性溃疡，隐性溃疡的病人呢，一般也有相应的病，什么病史呢？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消炎痛，就是非甾体内消炎药这样的病史，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或者是病人有什么呀？严重的创伤、烧伤这样的病史，但是没有溃疡病史啊。所以说，隐性溃疡一般多见于什么青壮年人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上消化道出血会猖狂啊。胃癌出血一般不超过500毫升啊，胃癌一般它侵犯的血管出血量比较少啊，胆道出血量也比较少，一般以便血为主，一次出血量一般是200到300左右啊。溃疡大出血的手术指征，一看这么多，其实呢你不需要死记硬背，我们根据医学常识都能够判断出来啊。首先第一个，有休克的，那有休克的话说明出血量大呢，必须的吧。第二个，经过什么呢？6到8小时的输血保守治疗，他这个血压不稳定啊，一直恶化，或者是曾经一度好转然后又恶化着，像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他的出血量是比较什么呀，比较多的。
不久前曾经发生过那一次大出血的，已经发生过至少一次以上大出血的，那么再次出血，也就是说再次出血的话，必须得手术啊。正在接受什么呀？这个药物治疗，溃疡病的药物治疗的时候呢，发生大出血，说明什么呀？说明呢，你正在治疗的时候发生出血了，说明这个治疗已经无效了啊，效果已经不好了。再过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或者是由动脉硬化的，大家想一想，他这个溃疡出血的一般是动脉受到侵蚀破裂而引起的，那么他本来这个动脉都有硬化，你再用这个药物对这个血管来止血的话，效果好吗？肯定是不好了啊，肯定是不好了。所以说60岁以上，或者是由动脉硬化的病人啊，出血一般都要考虑手术治疗啊，不考虑保守。同时存在有其他的并发症的，你比如幽门梗阻啊，或者急性穿孔的。另外，为动脉波动性出血啊，波动性出血，那这个也是要考虑手术治疗啊，手术治疗。那怎么进来看？实际上我们激励讲话嘛，你不需要什么呀，一点点的死记硬背啦，这个在理解的基础上，这个来有影响就可以了，理解啊，理解就可以了啊。内科治疗无效，难以纠正，反复发作，有并发症，年龄偏大，血管本身都有病变，是不是？这几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的手术的适应症啊。瘢痕性幽门梗阻，瘢痕幽门梗阻呢，最突出，瘢痕幽门梗阻，幽门梗阻的突出表现就是什么呀？就是梗阻，梗阻门堵住了，它的食物都下不去，所以说突出表现就是呕吐。呕吐物呢也有特点，什么特点呢？素食不含有胆汁啊。呕吐物啊一般发生在晚上或者下午，里面含有是呕吐物的量是比较大的啊，里面有酸臭味啊，酸臭味是大量的酸臭物的素食和不含胆汁。什么是素食？就是说它呕吐的胃内容物有可能是昨天的甚至前天的内容物还在胃里面排不下去，这个时候啊有酸臭味啊排出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不含胆汁啊，不含胆汁。那么严重者可以引起什么呀？反复的呕吐可以导致大量的胃液丢失，引起什么呢？脱水、低滤性碱中毒。哦，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大家要记住，低滤性的碱中毒，这是它引起这个典型的什么呀？酸碱平衡啊，这个体液失衡啊，酸碱平衡失调的一个特征啊。那么我们做体格检查呢？可以发现上腹部有隆起，可以发现胃乳中波有震髓音，知道有震髓音啊，震髓音。做这个水溶性的背剂造影，24小时仍然有背剂停留啊，24小时仍然有背剂停留。怎么来诊断呢？长期的溃疡病史，典型的呕吐特征，再加上什么呀？背餐检查，我可以确诊。啊，鼻咽两个月者，啊，那么治疗手术是绝对的适应症啊，手术是绝对的适应症啊，就这个，因为它是瘢痕引起的嘛，这个瘢痕组织到目前为止啊，用药物的方法，非手术方法，能不能把它瘢痕去掉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开刀啊，必须得开刀。目前用的最多的手术方法就是还是尾大部切除啊。好，我们做几个题啊。胃十二指肠溃疡大引起大出血的原因，我们看一下，原因呢是围堵部黏膜炎性糜烂渗血，渗血它都不可能大出血，是不是？溃疡侵击胰腺引起大出血，溃疡怎么可以跑到胰腺上去呢？这是不可能的，溃疡是在胃十二指肠肠腔里面的，溃疡基底部的动脉被侵蚀引起破裂出血，这个是正确的哦，它是溃疡侵犯了。这个溃疡基底部的动脉引起的啊，动脉引起的，其他都是不正确的。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最重要的临床表现是，溃疡穿孔最重要的临床表现是哪个呢？最重要的，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什么呀？腹痛，腹式呼吸减弱，腹式呼吸减弱这个。是它的表现，但是呢没有特征性，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什么呀？就是突然发生的剧烈腹痛，穿孔嘛，突然穿孔的嘛，啊，突然穿孔的，
恶心呕吐也不是最主要的，肠鸣、消食、发热、溃疡的好发部位，小弯胃溃疡好发，小弯侧为肚部，那么十二指肠的十二指肠球部啊，这是个常识性问题啊，常识性问题。不可能为鼻翼室胃大部切除术后并发症的事啊，不可能为鼻翼室胃大部切除术后并发症的事。鼻翼室有没有十二指肠的传单呢？淡单呢？没有，所以说它不可能出现十二指肠传单的破裂。那么这个题呢，实际上也是个知性题，考什么呀？就是鼻翼室啊，鼻翼是手术方法的啊，手术方法的要注意啊。所以，因为这个十二指肠的淡单破裂啊，它只有鼻翼室才有，鼻翼室是不可能有的啊，只有鼻翼室有啊。胃穿孔的典型的 X 线的所见，胃穿孔典型的 X 线所见都是立位平偏吗？胃穿孔它的这个表现为什么？一个是腹膜刺激症，这个没有；第二个是气腹，气腹的表现就有两个，一个是根部阴结的缩小和消失，第二个膈下游离气体。那么膈只有膈下游离气体才能够拍 X 光片能够见着，所以说应该是这个了，膈下游离气体啊，膈下游离气体。胃食肠溃疡急性穿孔最常见的部位是穿孔，记住哈，胃食肠溃疡穿孔一般是在哪个位置呢？食肠球部的前壁，胃窦部的胃溃疡的前壁，一般都是前壁穿孔后壁出血啊，前壁穿孔后壁出血啊，所以说应该选择肾上球部的前壁，维度部，这个维度部写的是太笼统了，应该是维度部小弯侧维度部的前壁啊，也是前壁啊，出血是后壁啊。女性40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多年啊，球部溃疡多年，近两个月来时候上腹痛、呕吐、吐嗽食、嗽食啊、嗽食。啊，这个词很有特征性的，一看溃疡加吐嗽食，那就一个嘛，只有什么呀？一个并发症，哪一个并发症呢？那就是瘢痕性幽门梗阻。好，我们体检看一下，脱水症，上腹膨隆，偶见胃型有震髓音，啊，震髓音是个特征，所以在这个比例里面呢，我们找关键词啊。关键词第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第二个反复的呕吐嗽食，第三个脱水症，第四个震髓音，这些都是什么呀？瘢痕性幽门梗阻的特征性表现。那么治疗必须得什么呀？是急诊胃大部切除，还是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之后再做胃大部切除呢？因为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急诊病例啊。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做急诊胃大部切除，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必须得做什么呀？胃肠减压补液，温盐水洗胃，把胃壁的水肿消退，是不是？之后然后呢我们再做胃大部切除，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A 呢是干扰项啊 ,A 是干扰项，所以千万不要选错了啊。胃大部切除术后吻合口排空障碍，吻合口排空障碍最常见的原因啊，吻合口排空障碍最常见原因是什么呢？是功能性梗阻。排空障碍啊，吻合口开口过小，那这个不是，你要说最常见的啊，这个可不是最常见的原因了。开口过小说明什么？你的手术操作有问题啊，操作技术有问题啊。吻合口水肿，它也是个原因，但那不是最常见的原因了啊。胃肠壁呢翻入过多，这个呢这两个哈，包括这个空肠逆行套叠堵塞吻合口，这种都不是它的原因的，所以说应该是功能性的梗阻。什么是功能性呢？就是说比如说痉挛，吻合口痉挛引起的，是不是梗阻？那么这个呢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啊，不需要手术的。胃十二指肠溃疡病下列哪一种情况不需要外科手术治疗？不需要啊，不需要啊，我们看一下，这就是考什么呀？这个考这个溃疡病的手术指征的啊，手术指征。第一个，瘢痕性幽门梗阻，绝对适用症，必须得手术啊。
这是以前的教堂是这样说的，现在的教堂上没有这句话了啊，就是手术绝对是硬征这句话啊。溃疡急性穿孔腹腔的污染严重，那么这个肯定要手术了，溃疡恶变肯定要手术了，是吧？恶变呢你还不赶紧开刀。这个36岁的男性病人因十二指肠溃疡引起严重的腹痛，36岁年轻时啊，因十二指肠溃疡引起严重的腹痛。那么严重的腹痛是手术指征吗？不是手术指征，在手术指征没有啊，溃疡本身就是引起腹痛的，本身就是引起腹痛，所以仅仅引起腹痛的话，没有其他并发症，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手术指征啊？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复合性溃疡经正规内科治疗无效，这个是手术指征啊，所以说这些答案应该选择 D 啊。男性30岁，突发的中上腹刀割样的啊，突然发生刀割样的腹痛3小时，突然发生的啊，全腹压痛感两种肌紧张，典型的腹膜刺激症啊，这个关键词。心腹部立位平片发现膈下游离气体，又一个关键词。推测该病人的腹膜炎产生的原因，那这个我们只看一个关键词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就是说膈下游离气体啊，膈下游离气体，那只有一个原因，哪个地方呢？穿孔啊，这个穿孔。男性62岁，因为溃疡合并多次大出血，心为大不切除哦，多次术后第五天出现黑便，那肯定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出血，术后出血第五天啊。最可能的原因，4到5天是什么原因呢？吻合口部分黏膜的坏死脱落啊，黏膜的坏死脱落啊。24小时内呢，是因为止血什么不彻底啊，止血不彻底啊。啊，患者男性30岁，公认餐后一小时，餐后一小时突然发生上腹部剧烈疼痛，很快扩散至右下腹，餐后剧痛，右下腹持续性的，发病3小时之后来院就诊，体检血压120/70还可以啊，有典型的腹膜刺激症，压痛反跳痛肌紧张，以右上腹中上腹为上，右上腹那说明他的原始病变在右上腹，是不是啊？肝浊阴解不清，肠鸣音微弱。好，我们看下面的题，立位平面膈下游离气体啊，又有个关键词啊。其实我们餐后出现的啊，急性腹痛，典型的腹膜刺激症，再加上膈下游离气体，这一句话就确定了这个病人是什么呢？那是一个溃疡穿孔。所以溃疡穿孔呢，这个啊关键词啊，秒杀词啊，秒杀词，大家务必要掌握的啊。那就是溃疡穿孔啊。这个当然了，它这里面还有胆囊穿孔、乙状结肠穿孔。乙状结肠穿孔不可能什么呀？不可能那个腹痛不可能由上腹，这是定位位置定的，是不是？那么胆囊穿孔，这个病人呢是在餐后突然发生的剧痛，是不是？那么右，然后呢很快扩散到右下腹。啊，这个病人呢，我们看一下胆囊穿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膈下游离气体啊，胆囊穿孔啊，虽然也可以出现的腹膜典型的腹膜刺激症啊，典型腹膜刺激症，所以这里面我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啊。啊，患者腹痛的原因是啊，患者腹痛原因是什么呀？那就是化学性腹膜炎，化学性腹膜炎刺激上最典型，然后时间长了就是细菌性腹膜炎啊，细菌腹膜炎。首选的治疗方案是，那应该这个病人呢还能保守吗？一旦穿孔啊，因为我们看一下啊，发病后3小时以后，而且他这个症状又非常的，看到没有，典型的腹膜刺激症，非常典型，是不是啊？很快扩散到全腹，这都已经具备了什么呀？手术指征了，所以说必须得尽快的什么呀？剖腹探查啊，像这些保守治疗措施都是不行的啊，都是不行的。啊，呕吐大量的不含有食物的胆，呕吐大量不含有食物的胆汁。那么，不含有食物的胆汁，我们在前面说过，只有在吻合口以前，就是十二指肠那个地方的，
啊，这个输入判啊，输入判的问题。那么输入判的问题，这个输入判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机性的完全输入判工作，一个慢性的不完全输入判工作。机性完全性工作呢，这个呢，一般它这个机性完全输入判工作什么呀？就是呕吐，完全工作是不含胆汁的。慢性的这个不完全输入判工作呢，以胆汁为主的，因为这个病呢是以胆汁为主，不含食物，所以说应该考虑是 C 啊，输入判慢性的不完全性工作，是不是啊？答案 C 啊，答案 C。那么第二个，术后呕吐物含有食物及胆汁，食物及胆汁一般都是输出半工作，哪个地方呢？输出半工作，因为在这个五号口以下的位置，空肠这个地方发生工作了，所以说应该是输出半工作，它的表现是呕吐物既有食物还有胆汁啊。那么呕吐频繁量少，不含胆汁。呕吐频繁量少，不含胆汁。那么这个呢，应该考虑是哪一个呢？不含胆汁的话，只有什么吻合口工作啊？不含胆汁啊，不含胆汁。而且呢，我另外一个机性完全性工作，输入判的机性完全工作也不含胆汁。但是呢，它又不含食物啊，带有不含食物，所以说这个应该选择是输入判的机性完全性工作。吻合口工作呢，它的呕吐量多，以这个不含也是不含胆汁，但是呢，这个好，第二是胃大部切除术后，呕吐大量不含胆汁的食物啊，呕吐大量不含胆汁的食物。哦，不含食物的胆汁，呕吐大量不含食物的胆汁。那么这个呢？再暂停。第二是胃大部切除术后，呕吐大量不含食物的胆汁，能够呕吐胆汁不含食物的，那么只有两种情况啊，能够呕吐胆汁的啊。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输出判的工作，哪个地方呢？就这个地方，就是在吻合口以下，那么它这个胆汁能呕吐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在哪里呢？输入判的慢性不完全性工作，那就这个。因为慢性不完全性输入判工作啊，它呕吐的什么呀？胆汁不含食物，所以说这个应该选择 C。 那么第二个，输后呕吐既有食物还有胆汁，含有食物和胆汁啊，加在一起的啊，两个都有的，那就是在哪里呢？在吻合口以下远侧端的，那就是这个输出判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空肠啊，输出判工作，所以这个应该选择 B， 然后选择 B。 那么另外呢，呕吐频繁量比较少，不含有胆汁啊，不含有胆汁。不含有胆汁的话，呕吐物不含有胆汁的有两种情况，也有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吻合口的梗阻，那吻合口的梗阻呢，但是呢它的量可以多呀，这个食物啊，有食物比较多呀，是不是？那么另外一个，输入判的机性完全性梗阻，输入判机性完全性梗阻呢，它因为是突然发生的，所以说呀，这个胆汁排不下去，进不了这个吻合口这个位置和肠胃里面，所以它含的是不含胆汁，而且呢是量比较少，因为是急性的嘛，啊，因为是急性的，所以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D 啊，应该正确答案选择 D 啊。这个题呢是一个经典的考题，大家一定要重点掌握的啊。啊，胃肿瘤呢，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其中呢，恶性肿瘤胃癌是我们的重要考点啊。胃良性肿瘤，良性肿瘤将胃占胃肿瘤的，它这个发病率比较低，占了2%啊，好发于男性中老年，一般是没有这个症状的。因为没有症状，所以说呢，一般是在做相关检查和手术时的偶然发现，所以这跟大多数的良性肿瘤是类似的啊，类似的。也有因并发症而就诊的，而出现症状来就诊的。有源于胃壁黏膜上皮组织的，我们叫做腺瘤或者是腺瘤性息肉，
来自检验组织的叫做平滑肌瘤、纤维瘤、脂肪瘤、血管瘤啊，血管瘤。在 X 线钡三检查时呢，胃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一般是鉴别不了，就是那个影像学检查哈，它只能发现一个占位性病变，但是你不能鉴别是良性恶性的。所以说确诊的话仍然是胃镜加活检，就镜检加活检啊。空腔起嘛，消化道的啊疾病呢、啊、它这个确诊的有个金标准，就是神奇的镜子，用镜检加活检啊。治疗是当然是手术治疗的，良性肿瘤手术治疗，恶性肿瘤也是手术治疗啊。胃癌病因啊，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属于补充知识了。胃癌呢，它这个发生啊有地域环境，你比如说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日本和我们国家的沿海一带，胃癌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说与地理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与饮食结构，比如说喜欢吃食物中呢含有亚硝酸盐的啊，比如说在过去啊，冬季我们国家那个一到了冬季呢，蔬菜是淡季，很多家庭呢都喜欢吃什么腌制的蔬菜啊，咸萝卜条啊，腌白菜帮子啊，是不是？这些菜，这些蔬菜里面都含有什么呀？比较丰富的亚硝酸盐，那么它都与我们这个啊胃的肿瘤的发生啊，胃癌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然后真菌毒素啊，真菌毒素，比如说霉变的粮食啊，霉变的粮食，玉米啊、花生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啊。另外呢是抽烟啊，抽烟。幽门螺旋杆菌，这是已经确定的与胃癌有关的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另外一个慢性疾患和癌前病变。那么胃腺瘤性息肉，直径超过2厘米的癌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腺瘤性息肉。第二个萎缩性胃炎，第三个残胃，第四个胃溃疡。那么第四个呢，一般认为是癌前病变啊，癌前病变。再说一遍，腺瘤性息肉、萎缩性胃炎、残胃、胃溃疡啊，胃溃疡，他们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要定期检查啊。另外也与遗传和基因有关。那么早期胃癌，什么是早期胃癌？是病变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层的，不能变灶的大小，有无淋巴结转移，都属于早期胃癌。记住哈，他这个名词解释这个说得很清楚，限于黏膜和黏膜下，超过黏膜下的都是进展期的，不属于早期的啊。超过黏膜下都是进展期的，在黏膜下、黏膜和黏膜下之内的都属于早期的，不管你这个大小或者是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另外呢，小于5毫米的是微小胃癌，小于10毫米的都是5到10毫米之间的啊，6到10毫米之间的是小胃癌啊，小胃、微小胃癌和小胃癌，这个属于补充知识啊。啊，转移，淋巴转移是它的主要转移方式，当然大多数恶性肿瘤的主要转移方式都是淋巴转移，是不是？另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转移方式，那就是腹膜种植转移啊，腹膜种植转移，腹膜呢？这种转移可以转移到这个盆腔表面，你比如说卵巢啊、子宫啊表面、膀胱表面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啊。分期啊，分期的这个是个补充的知识点啊，我们大纲里面没有多要求啊。胃癌的分期里面呢，大家可以主要是了解什么呢？这个期表示肿瘤侵润的哪个，表示的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批呢表示疏忽病理组织学。正式的 P 啊 ,PTNM 这个 P 啊。期呢有这样的几个表示方法。期一表示侵润到黏膜黏膜下，就是我们说的早期胃癌啊，期一属于早期的。期二呢是侵润到浆膜，基层和浆膜。期三呢穿透浆膜，但是没有穿透肠壁，是不是？那么期四呢是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了，就是已经穿透这个胃壁，周围组织已经被受影响了，周围组织受影响了。A 1到2个，N2呢3到6个 ,N3 是7个以上啊，就是它的表示方法。那么重点要记住什么呀 ?T 的表示方法啊 ,T 的表示方法。那这个呢就不要求了啊，这个咱都不再要求了。胃癌的表现，胃癌的症状，早期最早一般病人呢他没有典型的明显的症状，最常见就是嗳气反酸或者是这个食欲减退。那么另外一个上腹部的隐痛不适啊，上腹部的隐痛不适是他早期的相对比较典型、相对比较明显的典型的特征啊。
随着冰面的发展，会出现恶性呕吐啊，呕血黑便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体重呢，早期也是没有任何明显的体征，所以说肿瘤啊，为什么我们早期难以发现，就是因为它这个症状和体征都不明显，甚至没有啊，是没有，仅仅有上腹部的深压痛，到了晚期才能够闷击到什么呀，肿块啊，晚期的闷击到肿块啊。当然了，并发症，胃癌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出血、穿孔、梗阻、瘘管、粘连、脓肿形成等等都可以出现啊，都会这样。那么胃癌的早期诊断是关键，所有的肿瘤哈，恶性肿瘤早期诊断都是关键。肿瘤它不是说根治不了，是可以根治的，关键是你早期发现不了啊，早期发现不了，这是个矛盾问题啊。怎么来早期诊断呢？早期发现呢，40岁以上的病人，如果以前没有胃病史而出现了上消化道的症状的，或者是已经有溃疡病史，但是呢，他这个疼痛的规律发生改变的，要考虑。有胃癌家族史者，有胃癌的癌前病变的，我们刚才说的萎缩性胃炎、胃肠胃、胃溃疡、胃什么呀、腺瘤性息肉等等，这几个啊，这四个啊，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啊，要注意的。那么另外有原因不明的消化道的慢性失血，或者是短期内体重明显减轻者，那么要考虑胃癌的可能，这几种情况啊，然后要做相关检查。做什么检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可以做，首选的可以做什么？备餐。备餐呢，早期只有黏膜性的异常，进展期啊，进展期的这个表现呢，有几个典型的特征：堪饮。堪饮呢，表示什么呢？堪饮表示是溃疡型的，充盈缺损表示是肿块型的，胃壁的僵硬，黏膜的紊乱。哦，这是备餐检查的它的几个特征性表现。当然首选的能够确诊的还是胃镜加活检啊，胃镜加活检，看胃镜加，这是它这个病变啊所在的位置。第三个可以做超声内镜 US。 那么超声内镜呢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超声内镜啊，就是说呀，我们把超声探头给它放到胃腔，放到这个病变的表面，然后探查它周围一个病变的范围，浸润的深浅，有利于在术前分期啊，有利在术前分期啊，术前分期知道我们这个手术方案。那么 CT 拍照 CT 呢，有助于它的诊断和术前的，也有利有助于啊术前分期，但是呢不能作为首选啊，不作为首选啊。所以在这里面呢，重点呢还是哪一个呢？胃镜是确诊首选的。那么首先做的是备餐，备餐呢它有几个特征啊，几个特征。术前分期最佳的方案是哪一个？是超声内镜啊，术前分期和转移情况。那么治疗呢？早期胃癌根治性手术啊，进展期的标准治疗是第二淋巴结清扫的胃切除术啊，第二淋巴结清扫，第二就是清扫到第二盏淋巴结，第二的意思是说清扫到第二盏淋巴结的胃根治性手术啊。晚期的只能做什么呀？骨系性的胃空肠吻合术啊，胃空肠吻合术啊。我们看这就是胃空肠吻合术，可以什么呀？把这个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晚期的话，这个肿瘤切不了，那我就不管它了，直接做一个胃空肠吻合，让这个食物改道就可以了啊。进行胃扩张，这个是普外掌握的。进行胃扩张呢有两种学说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肠系膜上动脉或小肠系膜将十二指肠横部压迫于脊柱和主动脉上引起的啊。肠系膜上动脉和小肠系膜将十二指肠横部，十二指肠横部给压迫了。第二个呢，胃肠壁原发性的麻痹啊，胃肠壁原发性麻痹导致胃扩张啊，导致胃扩张。那么胃扩张的表现，胃一扩张的话，那意思说胃里面内容什么呀？它就是排不下去，导致胃储留。那么初期仅感觉无食欲，上腹膨胀恶心，很少有剧烈腹痛。胃扩张一般呢没有剧烈的腹痛，它不是肌腹症啊。那么典型的表现什么？呕吐啊，典型的呕吐。呕吐物呢为深棕绿色浑浊液体，然后呢可以成咖啡渣样啊，咖啡渣样的。潜血实验可以是呈阳性的啊，潜血是呈阳性的，没有混浊味。而且呢呕吐之后腹胀呢不是并不减轻，胃内仍然有大量的液体，
这就是胃溃疡的表现，就是他呕吐了以后，胃里面还仍然有什么呀？有液体，呕吐一次呕吐不完，并不减轻啊。治疗该怎么治疗呢？进食胃肠减压，然后改变卧姿、输液，因为反复呕吐会引起体液失衡啊，体液失衡。那么如果怀疑有穿孔的或者坏死的呀，如果是保守治疗无效的，那最后要考虑手术了啊。是指肠的血管压迫综合征啊，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出题的考点比较少，出题可能也非常小啊。是指肠的血管压迫综合征，是指肠水平部受到肠系膜上动脉的压迫，导致是指肠通过障碍，是哪些特点啊？是指肠压迫主要是指哪些？是指肠水平部受到肠系膜上动脉的压迫啊，肠系膜上动脉的压迫。那么它有什么表现呢？十日指肠血管压迫综合征，那么它主要是表现为30岁以后才出现症状，而且是间歇性的反复发作压迫。那十日指肠被压迫了主要什么呀？那就是跟那个胃溃疡到底是没事的，主要是呕吐反后出现，吃了饭之后饭的内容物下不去，是不是、啊、呕吐物含有胆汁和食物，所以说十日指肠的压受压之后梗阻，它和胃扩张的梗阻、幽门梗阻是不一样的。幽门梗阻的话呢，只有食物没有胆汁；十二指肠呢，它是既有食物还有胆汁啊，既有食物胆汁。改变体位可以减轻症状，比如说侧卧呀、俯卧呀，是不是？而且病人没有腹痛。另外一个，呕吐之后症状可以好转和消失。急性胃扩张的要注意哈，呕吐之后症状是不缓解的。十二指肠压迫综合征呢，呕吐之后症状是可以缓解的啊。长期的呕吐可以出现消素、脱水、营养不良。那么这个病呢，首选的检查是背餐，不是胃镜，注意哦，是背餐而不是胃镜啊。那么我们通过背餐检查有哪些阳性发现啊？一个是十二指肠的扩张有反复强烈的逆蠕动，北极就它下面下不去，往上它不但不往下去，往十二指肠远端往空肠方向，反而往胃里面逆流，就是向胃里面逆流啊，这叫逆蠕动啊，逆蠕动。那么第二个呢，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十二指肠横断面远侧可以见到外形整齐的斜形压肌和北极束阻的北极束阻中段的表现啊，而且北极经过这个受压的位置时排空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啊，非常缓慢。经过2到4小时之后，仍然不能够排空，表示有梗阻存在。就是说，经过背餐，它经过十二指肠受压的位置，排不下去了啊，排不下去的。胃虽然扩张，但是幽门是通畅的，这个是与幽门梗阻进行鉴别啊。那怎么来治疗？急性发作期保守治疗，那就是进行是胃肠减压，是不是减进，然后输液等等。那么缓解期呢？可以采用说少量多餐流质饮食，餐后改变体位，疗效不好考虑手术，就是我们先保守，保守不行的话再考虑手术，这是我们大多数外科疾病的它的一个特征啊，大多数疾病的一个特征啊。好，我们看几个题啊。男性45岁，上腹部间断性疼痛，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上腹部间断性疼痛，胃镜慢性萎缩性胃炎由重度的不典型增生。萎缩性胃炎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也属于是个癌前疾病啊，有恶变的可能性比较高，已经发生了重度不典型增生，最恰当的治疗。那么这个还能保守吗？肯定不能了，必须得手术啊，必须得手术。46岁，胃镜检查发现小弯侧有1.2×1.0厘米的浅表溃疡，病理诊断为腺癌。哦，腺癌，手术切除标本，手术切除标本，病理是病变累积黏膜及黏膜下层。好，小弯侧有2枚淋巴结转移，应诊断为。好，这就是一个考什么呢？考这个虽然是个病例，但是它考的是你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早期胃癌和进展期胃癌的区别，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凡是癌细胞局限在黏膜和黏膜下的属于早期胃癌，不管这个肿瘤的大小，
和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就不管这个东西啊，不管这个东西，只要是在黏膜和黏膜下层的，那都属于早期胃癌。那么所以说在这里面应该属于哪一个呢？对， B， 早期胃癌啊，早期胃癌。那么什么是小胃癌呢？小于直径小于十毫米的，就一厘米的属于小胃癌。什么是微小胃癌呢？小于五毫米的，这个是十毫米啊，还有一个五毫米的啊。那么凡是超过黏膜下层的胃癌都属于进展期胃癌啊，进展期胃癌。哎，这个题都是靠它这个概念的啊。68岁上腹部不适，腹胀一个月，胃镜检查为胃癌啊，他已经告诉你是个胃癌了。手中检查为肚部有5×5×6的肿块，与胰腺的浸润固定哦，已经转移到胃壁了啊，外面去了。肝脏左外叶可除及单个的转移性结节，恰当的处理是。那么恰当的处理是，这个病人呢，他已经与胰腺浸润固定，已经转移单个转移的结节，是不是？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已经转移了哈，胰腺转移，肝脏转移，那个这个时候还能够做扩大根治术，根治术。局部切除能做吗？都不能做了，只能做哪一个呢？做这个骨隙性的手术治疗啊，只能做骨隙性的手术治疗，为空肠吻合后化疗，就是说骨隙术之后紧接着化疗，因为它已经转移了，肝脏转移，胰腺转移了啊。42岁上腹部不适3年，胃镜检查为胃肚癌啊，胃肚癌，术中探查为胃肚癌哦，他已经告诉你是胃肚癌，大小4×4厘米，活动左肝外叶由于转进结节2厘米。好，接着说，42岁上腹部不适3年，胃镜检查胃肚癌，已经告诉你胃肚癌，术中探查约4×4大小，左肝外叶由于转移性结节，2厘米，最恰当的手术方法是，不做任何处理，灌腹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它只有左肝外只有一个地方转移，是不是？啊，只有一个地方转移，胃空肠吻合术，它这个还不到晚期的，这个是不是？不是特别晚的，啊，不能没有广泛的转移啊，没有广泛的转移。这个骨隙性胃大部切除，骨性胃大部切除，骨性胃大部切除。那么，这个骨隙性胃大部切除，左肝外叶做局部切除，这个呢应该是最合理的治疗方法啊，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哎，因为它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什么呀？有转移，而且有活动性的啊，所以说可以做骨隙性的切除啊，骨性切除，然后呢再配合放化疗啊。53岁，间断发作，上腹部疼痛15年，近一个月来出现呕吐症状，逐渐加重。呕吐物为隔餐所进的食物2大，体重减轻8公斤。那么反复的呕吐，这个什么呀？隔餐所进的食物这量比较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胃内食物排不下去。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幽门梗阻，治呕吐食物啊，那只有幽门发生梗阻了。所以说，该患者先体格检查时，最可能发现的是什么呢？啊，最可能发现的，我们看一下幽门梗阻的表现：胃蠕动不畅、口唇苍白、淋巴结肿大、直肠前额饱满、腹部抽诊发现肿胀。那只有哪一个呢？这个是幽门梗阻的表现，胃蠕动不畅、阵嘴音、蠕动不畅，是不是啊？其他的都不太可能啊，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最有意义的检查方法是什么呢？最有意义的仍然是最有意义哈，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纤维胃镜检查，胃镜检啊，这个检查。当前最需要安排化验，因为反复的幽门梗阻会呕吐胃。这个胃液，所以说病人会出现什么呀？髓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最容易出现的是哪一个呢？就是低钾低氯性的碱中毒，
所以说应该首先要做的是哪个呢？是企业失衡啊，企业失衡啊。好，感谢聆听。